我们听一下呗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然后听一下，迅速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迅速解决一下。OK。OK。有种那时间的火，有尝过一生炽热的魔，有多少不得已来不及，还流浪在梦里，才可明白为何而来。要放开过无风的手，哇，是蛮低的。发往的民族，我的远足，我们受的爱已迁就，就让风声带我回家。那他告诉我，绝对都能都已走过，不问的心我会退缩，让月亮带我回家，让来路带我回家。是这么设计的哈，嗯，反正听完挺好，就是刚才最后这个音就是同度的，是吧？所有人都唱着一样的音哈。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说看是同度还是说和声好，我就觉得就试了一下这样子。嗯，那得赶紧定下来了。嗯，对对对，确定好。嗯，好。OK， 我想问大家，就有两个地方其实我是有点低的。我觉得你第一句嘛，你是不是其实第一句会有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对，这两句我想改一改那个旋律。爸爸，要放开过无放的手，这样呢？等会听到这句。路上走的一二三四，要放开过无放的手，这样呢？如果这个手能下去吗？要放开过无放的手，